这多少钱？这说就是都是买的，跟那点卖的都是100块钱。100块钱有啊？哎，贵一点呗。一百二。卖不了，你找哪儿去了？嗯，都是那超市都是。这管用啊。都是上卖豆来，这没豆儿，没豆儿了。就这。还管用。哎，就这，这都是这个这一月两三四五六啊，再多这六个豆嘞。嗯，插兜了，你不是放东西了啊？这盒放东西了，120吧，我也不卖不了。你到哪儿去了？俺送到开封一个卖101，是不是？都是这，哎，都是这兜，哎，都是这，嗯，上一。那你那拐拉不拐？拐拉那儿没买的事儿，俺装轮胎呀。装。哎，那100吧，100。装。干不你给车打过来，我给你上车弄出来。你车打过去啊？嗯，我说咱俩抬吧。我也不用抬，这不用抬。不用抬。嗯。不用抬，我看你咋弄。光着腿。哈哈哈哈哈。我家伙你这个，都管用。你别找。我不找。你到城里头是谁管你？是的，人家把东西还给你打手啊？咱自己想法儿啊。哎，对。给我个心嘞！你好装啊！啊，那不买啊？那我自行车，我自行车好嘞！看见我的车轱辘，准备把我的坐骑给收走嘞，那能行？是吧，廖姨？那收走以后，咱出去了骑啥嘞？朋友们好，我是老二，他是元宝，那货是六一，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。刚刚又找了一个收废弃家电的，然后冰箱卖了100块，前天问的是80，今天卖了100，多挣20块钱。朋友们，这还有一堆废品嘞。等会儿我们收拾一下，把它装到车上，我们去废品站把这个废品卖了，看能卖多少钱。加油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膀，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，日子那么长，我在你身旁，见证你成长让我感到充满力量。谁能忘记过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，谁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，你在何方，笑容在脸上，
废品卖过了，卖了73块钱，回去了。废品卖完了，冰箱卖了100块，然后还有点铁，那个大叔收走了，然后是20块，一共120块。我刚又拉了一车废品去卖了，卖了73块钱，今天卖废品收入193块钱。现在开始打扫垃圾了，朋友们，这片打扫打扫，然后这一片是最难打扫的，这都得打扫打扫，还有这一片，其他都没啥了。厕所里也得打扫，厕所就不看了哈，打扫完再看。现在是晚上的6点半，终于把垃圾清出去了，手套都干烂了，整整拉了2天，然后拉了9三轮车才拉出去，给大家看看打扫的成果。这是腾出来的，然后这改天也可以卖，这片儿脏得很，没打扫的时候。这是厕所，厕所也打扫过了，这边也清出来了，这边也清出来了，还有这边，塞全是垃圾，这个弄不了，这个上冻了，铲都铲不动，所以说等2天天热了化了再说。明天我们估计要打扫那个屋子里了，屋子里也得收拾收拾，那个煤气座啥的全是油。
是吧？你俩不要打架啊！原本衣裳成啥了？六一了，衣服丢了，原本的衣服差了，给他俩又买了两身衣服，在路上呢，还没到呢。